知识、勇气，还有成长的信念，这些都是被选来制造完美人类的必要成分。但是玛丽马克不小心在调制的配方里多加了一种成分，化学物 UFO。因此，飞碟有一点就这么诞生了。发挥他们特殊的超能力，玛丽马克献出了他们的一生，打击舞曲，还要对付邪恶的坏蛋。今天你有点无聊吗？有一点兴奋吗？有一点难过吗？有一点想睡觉吗？有一点酸酸吗？有点抓狂吗？飞碟有一点。是的，一大これでさよならあなたのことが何よりも大切でした望み通りの終わりじゃなかったあなたはどうですか友達にすら戻れないから私空を見ていました最後暗いまた春めくような綺麗ださよならしましょうそれは水もやら疲れたエーデルワイスクロスに出す耳飾りこんなつまらない映画などもおしまいなのにエンドロールの途中で悲しくなったねえこの想いは何あなたが見据えた未来に私も花咲きが増えるくらいにあなたを見つめたい張り裂けるほどの痛みを叫びたいのに私あなたに恋をしたあなたらと一緒にずっとずっとずっと恋をしていた晴れた日の朝あなたのことがどこまでも大切でした言えないでいたことばかわし合った笑えるくらい穏やかにそれはひどく竹の触れた後口中ほつれてゆくボタンの穴こんなちぐはぐな舞台はもう閉めたいなのにエピラグのセリフが言えなくなったねえあなたを見つめてたさあ言いたいことなんて一つもないのに私あなたに恋をした苦しさと一緒にずっとずっとずっとあなたのねその胸の中強く引き合う引力でありふれていたい淡く青いメロディー行かないでここにいた
一点十三分，欢迎来到今天的飞碟有一点。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米津玄师的《Pale Blue》。今天星期一，对你来说是一个很 blue 的 Monday 吗？是一个很蓝很蓝的 Monday 吗？很忧郁的 Monday 吗？就算星期一过得不开心，你的星期一很苍白、很 pale 或是很 blue， 没有关系，我们可以骗我们自己的脑子，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的电脑上面，还有所有的手机上面，把日期改掉，把今天改成不是星期一，假装今天是星期三，然后今天过完就会很快乐。听到的歌曲呢，用了这个笛子声，就会让人想到2023年的去年的时候，在日本网络上超级爆红的 Kyuhu All Back 那个强风 All Back 的网络迷音音乐。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Wednesday No Campanella 星期三的康帕内拉 Shodoku Oji Sama Prince Shodoku。今天呢是星期啊，我们不说今天星期几了，现在是1:16，我是欧马克。今天呢在飞碟有一点是我们的一开始立马帮帮忙的时间。今天立马帮帮忙的立就是玛丽的立呢，他去露营了啊，好久不见的露营。最近一直有听到好多人说啊，玛丽，我好喜欢你在综艺三国志的表现啊，你什么时候要回去啊？现在综艺三国志已经变成一个什么新的节目了嘛，就是一个五指转身成另外一个节目了，然后就很多人说哦，我想要看你加入这个团队，然后在里面表现等等之类的。好，玛丽今天呢去有工作在身，所以她没有办法呢来到飞碟有一点的现场，所以今天的立马帮帮忙呢，这个美丽的丽可能就换成立正的立吧啊，我们的立马帮帮忙，我马上来帮你的忙，0223639955，2363-9955，或者呢，你可以利用我们的 Telegram 群组，我们的 TG 频道呢，在 Dear Marcy D E A R M A R C Y Dear Marcy 就可以找到我们在 Telegram 上面跟大家一起留言、聊天、互动，开开心心，诉苦，哭泣，都可以的。
就爱点你 UFO 飞碟有一点，今天是立马帮帮忙的时间，02236399555，你有什么忙需要帮忙的吗？我们有5000人集思广益可以帮助你的忙在线上，02236399555 23639955。私の未来を巻き込んで恋は走り出した、君の手を掴んだ、両側から燃える花火みたいだった、視線も剥がせない、听到的歌曲来自韩国的天后，当初出道的时候叫她小天后，因为她年纪很小就出道，可是在亚洲获得非常非常赞的成绩，她是 BOA 宝儿，跟韩国的 BOA 宝儿有着一样，也是年纪轻轻就出道就超级爆红的，还有这一位，这也是今天的话题人物啊。因为太红，然后红到其实在很初期的时候就说我要退隐了，我不玩了，我不做了，然后过没一阵子又出来跟人家合作，然后再过没一阵子说、我要退隐了，我真的这一次真的要退隐了，
再过没一阵子啊，他又出来了。Utada Hikaru， 宇多田，今天每条大街小巷，每个人要 keep a secret 的秘密呢，就是你有没有用不是你的身份证去登记他小巨蛋演唱会的票呢？保守秘密吗？ Can you keep a secret? 你可以保守住一个秘密吗？在飞碟有一点呢，我们的星期三的第二个小时也是保守秘密的一个单元，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周三告解释，欢迎你周一到周五都可以锁定飞碟联播网的飞碟有一点。星期一的第一个小时呢是我们的帮帮忙时间，第二个小时是生火灭火的时候，然后第一个小时呢也会为你送上日文的 J-POP。 刚刚听完了 Utada Hikaru， 现在要为你送上的这一位呢
之前也有跟宇多田一起合唱过哦，两位非常有才华的天后的合作，她是 Shina Ringo。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Shina Ringo， 私の猫の目，我是猫眼，追名林琴，1:36的飞碟有一点，我是欧马克。
Mark, you're listening to UFO Radio. Summertime Love 来自于 Shiggy Jr. 1:46，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有一点。天气是越来越热，越来越热了，不知道你家的冷气启动没了呢？哦，02-2363-9955，嗨嗨，你好，哭了。無時間じゃないね余計にもまだ早いどこで待とうかロントンでもまだ9時入る時間じゃないね
在 Telegram 群组上面呢，看到有些人冷气开了，有些人还没开。以前呢，就会觉得哦，不行，我一定要撑住。如果太早开的话，你知道，人一旦习惯，你尝过甜头以后，你就回不去了。所以你比如说假设你五月开的时候，然后接下来你五月到接下来就一直开下去。所以以前会一直撑那个第一次开冷气的那个决定，想说不行，我一定要撑，我一定要撑到月份变成六的时候才能开。然后慢慢发现根本就撑不到，越来越难，开始提前到五月底、五月中、五月。4月15受不了了。听到的歌曲来自 Fanatus， 这首歌叫做《空呀啊 Owara Night》。我今天晚上不会结束的，1:50的飞碟有一点，我们还没有结束。每周一到周五的1:00到3:00的2个小时，现在要跟你说的这一件事情呢，是一个演唱会。在今年初的时候呢，民歌高峰会宣布暂别舞台，最后一场，很多歌迷非常的不舍。那主办单位联合数位文创呢，就开始筹备2024年的民歌康乃馨演唱会。哇，是要在妈妈节的时候吗？邀请了施孝荣再次领军，包括了殷振阳、周志平、罗吉正、金志娟、余台烟、叶欢、陈爱梅8位的实力派民歌唱将，选在就是母亲节的5月12日这一天。会在 TICC 的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开唱，让这场演唱会呢，民歌康乃馨演唱会，唱出4、5年级、中年级歌迷们的青春回忆，也要把最优美温馨的歌曲献给敬爱的母亲们。那年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忧郁兮兮浓黑黑沙岸的房间，你飞散踏成春天，我们就走进深深欸、这首歌我在小时候的时候有被改成歪歌过、欸、因为最近呢在做那个小学生顺口溜，然后发现小学生顺口溜有好多好多就是已经隔了30-40年了以后、欸、大家都还是有些同样的，比如说小姐小姐别生气，明天带你去看戏啊，类似这种。施孝荣的这首歌曲以前是我都还有听过那个歪歌，应该是可能在那个时代的综艺节目可能还会讲吧。来到小小的山巅，忧郁兮兮浓浓的山巅，你飞散发成春天，我们就走进异乡深深的诗篇。什么要带人去什么小小暗暗的房间，因为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再访春天》，来自于施孝荣。那如果呢你想要去参与民歌康乃馨演唱会的话，这个活动的相关讯息你都可以查询 UDN 售票网。来到小小的山巅，忧郁兮兮浓浓的山巅，你飞散踏成春天，我们就走进异乡深深的诗篇。说我像诗意的雨点，轻轻飘上你的红叶，啊，我醉了好几遍，我醉了好几遍。今年我又来到你门前，只是用柔柔乌黑的眼静静地说声抱歉，这一个世界没有春天。这个世界没有春天也太难过了吧。1:54，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要为你送上，来自于陈凡奇的
等到永久。下个小时两点钟过后，听完了国家大事新闻、工商服务，我们再回到生活灭火的时间哦。曾经以为的永久，却等来你狠心沉默。我想浮浮沉沉的走，在海平面上迷惘失落。曾经以为的承诺，却只剩下回忆的痛。不想时时刻刻难过，我还痴心盼望会有以后。就算你的手不能再紧握，请你用心感受我的温柔。对你说过的话，希望你听得懂，我会依然静静守候。曾经以为的承诺，却只剩下回忆的痛。不想时时刻刻